哎，我今天一样，哎呦，一样头发很乱。哎呦天，等一下。我的架子有点不听使唤。哎呦，好啦。好可爱的乱，真的吗？哦，我这个架子真的是，哎呦，我的架子要换了。今天怎么刚起床嘞？没有啊，也算是啊，就是头发很乱的，对。平常也是那么，也是这样。二月为何是裤装？哎，你知道啦？你们怎么知道？为什么不能裤装？我觉得裤装很帅啊。哎，好乱哦，头发真的是。刚刚公布了，哦，原来公布了，啊，裤装不好吗？我个人挺喜欢裤装的，我觉得很帅。很帅，但看到旁边的什么？哎，为什么我的特效全被锁了？讨厌，哼，怎么会这样子呢？我特效都被锁了耶，怎么会讨厌？怎么会这样子呢？哦，我刚刚差点忘记直播哎，因为我很少星期一直播，差点就忘了。刚刚就突然想到，就哎，快点！私心期待你服装，因为我想说，就是因为我想说，平常其他衣服就都很，就是像表演的衣服也都很女仆装，所以我就想说。换个风格，我就穿男装，我就穿那个裤装，没有衣服的大小，不是啊，基本上都没有我的 size 啊，所以你们没有发现每次我穿的衣服看起来都比较小件吗？我表演的衣服也特小件啊，每次我裙子都最短。本来就不会有我的 size， 一直都是穿比较小件，比我自己原本的大小尺寸还小件。勇哥 ，Hello， 早安，吃饭了吗？还没有。你选裤装的，对啊，我选的啊。啊，我原本想说很新，就是你们会觉得哇，好酷啊，好新奇啊，这样子。结果你们怎么好像很失望的感觉？裤装那么不好吗？我觉得挺帅的。Luca， 他们不喜欢我二月的那个裤装哎，怎么办？他们不喜欢我男装，我穿男装。哎，那是直视哎，直视很帅哎，哦哟，直视咖啡厅。帅好不好？超帅的好吗？哎，真是你们不懂，只是很帅好不好 ？Hello， 小可爱。哎呦，好漂亮！你画的？我做的。我看。我用普通的黑色纸，然后在阳光前面画个星空。哎，好漂亮哦！好厉害，怎么做的？你想拿这个星空？好啊，你怎么做？你戳洞啊？哇塞，太强了吧！我用一张黑色的纸戳小洞，会变一个星星。对，你、好厉害哦，还蛮漂亮的。会变一堆星星。哇，妹妹画画。拜拜。
感了，是不是？哎，红包。抢到，谢谢 Grace。Hello Grace， 好酷哦，好新奇，谢谢、哦。我觉得很帅，对不对？你看，陆卡都觉得很帅，你们也要觉得很帅好吗？他都觉得很帅。不会不好啊，不会不好，只是也没有很喜欢，是不是？好可惜哦，再找机会多抽多一点，我还有扣打，抽多抽，抽我的、啊、多抽一点，抽我啊，耶、yeah ！谢谢阿贵仔玫瑰。谢谢唐大哥，哎呦，电脑可以抢了，哦，真的、啊，电脑可以抢，赞赞，哎，李思琪 ，hello， 叻酷啊，午安，杜卡不要跟我抢一阵，哈哈，他没有跟你抢、啊，我们一直都是相亲相爱的。他没有钱，握手会要去看卢卡跟丽卡，对，来吧，来看吧。那是咖啡师，那是执事。我自己觉得，我把它设定为执事。我觉得，我觉得，就是执事咖啡厅，卢卡应该知道吧？你看你们日本不是有女仆咖啡厅，也有那个男生的嘛？执事咖啡厅，我认为我。我办的那个是执事，对，我觉得是执事，执事服，帅吧，很帅吧，没你有去过执事咖啡厅啊？我以为你只会去女仆咖啡厅，年货准备好了吗？年货还没有，现在都在大扫除。你看，我现在前面都是一箱一箱的要丢的东西。我们这几天就一直在整理家里，我也在整理我那边，我就是各种整理。哇，丢了一大堆，丢很多。就是，哎，我找到超多我以前的考卷，就哇，都是考卷。谢谢 Jack 的新春灯笼，我朋友也要开咖啡厅，真的、哦、那么酷，没去过啊，卢卡没去过执事咖啡厅，我也没去过啊，但是我知道那个东西，法法是不是最适合？哎，对，他很适合，嗯，他很适合，就是帅帅帅帅的，女仆执事都去过，哎，真假？谢谢千羽的比心。对，可是我觉得就是，我也很想要去看执事咖啡厅，但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要去一家颜值很高的执事咖啡厅才值得，如果。就是年纪也还好，就不想去，对，所以目前还没有一个让我感觉是哎、欸、好帅一定要去的时候。啊，卢卡想去吗？可是我想要找一间颜值很高的，就是真的很帅我才想去，我不知道哪里有很帅的。之前常去的女仆店，啊，哇，有女仆推法法哦，天哪，哎呦，法法真幸福，被女仆推，
地下就常常看到，只是走来走去。对啊，推雨喵的女仆，怎么那么多女仆也推会推那个、啊、AKB？ 谢谢小雨的许愿瓶。我们之前整理过家里的啊，最近在忙。哦，准备那些，我们好像，我们弄了准备了吗？我们好像有准备一部分，还没有整个弄完的样子。说不定我也穿直视版本。对啊，说不定卢卡也是穿直视服。哎呀，初二要回外婆家吗？会啊会啊。但其实我外婆家一样在新竹，所以也就是我们超常回去的吧，我们每个礼拜都回去。啊，我没有啦，因为我培训嘛，他们每个礼拜都会回去。对啊，我们基本上那就是老人家好像都是在新竹这样子，我们照顾的就是照顾的方便。而且我们真的是就是超级常，我之前听我同学他都说他们大概是半年一年才会回去看爷爷奶奶一次耶，这样子。但是我们是每个礼拜都会去看，我就觉得哇，怎么差那么多，原来我们是那么常去的这样。嗨嘉阳，进去发现底下偷偷在打工。不可能啦，他哪有那么直视的，没办法推荐。好，没关系。有些女仆会跳 TVP 歌哦，颜值很重要。对，真的，卢卡懂。真的，颜值很重要。昨天走了20000多步，为什么啊？卢卡扮女仆，丽卡扮直视，超搭的说，我也觉得很搭。结果忘了安利他一阵，哎，怎么可以忘记？啊，没关系 ，It's OK。喜欢你的爽朗自然，哇，谢谢你哦，谢谢，李思琪，我每次看你的名字，我就会想到那个李佳琪，李佳琪，你知道李佳琪吗？李佳琪一个艺人演员。以前我也常回外婆家啊，哎呀，啊不在了，比较难过，没事，对啊，就是没关系啊，我觉得很好，我觉得常常回去很好，就是很有心，我觉得有心是最重要的，对，你是个孝顺的孩子。很好，还好我没颜值，靠腰夹躲后台，哈？什么意思？哦，可以躲后台。他说什么腰要怎么夹？我说哈，我很问号，你知道吗？看不懂。我去踩捷运的点只是都用走的，哇，酷哎！我喜欢主播的白眼和刘海。好哦，不要念出来。不是，我想说，为什么腰可以夹？我想说，至少也是要用脚夹吧？怎么会是用腰夹？怎么腰怎么夹、啊？腰太难夹了吧？等等去搜好啊，因为你的名字有点好像啊、哦，李思琪、李佳琪，彰化陷阱。哎、欸，对哦，哈，原来你在害我，可恶！欸、太过分了，原来你在害我，原来在故意让我掉入陷阱。你这个坏蛋，引诱我，哎，引诱我掉入陷阱。谢谢相遇的礼物，哇，相遇耶，谢谢相遇的真情告白。祥玉哇，祥玉拿到奖金了，是不是？谢谢祥玉，谢谢卢卡的幸运草。
男人不坏什么、啊、哼，我喜欢乖的，像卢卡乖我喜欢坏的我不喜欢，不要坏的，坏的不行，小心哦。嗨小可爱，你怎么来了？谢谢小雨的真情告白。哎，怎么走了？哇哦，来得快去得也快，像风一样的人来了，来得很快，走得也很快，咻的就走掉了，还带一阵风过来，真是小可爱。谢谢陈陈堂的文手礼，哎，最乖了，很好很好。谢谢小雨的麦克风。卢卡不是男的、啊，没关系，卢卡乖，喜欢。我当男的，我 man， 我要当那个，我要当很 man 的男人。然后卢卡就是小小女人这样子，哇，帅气。有够大的，有没有？谢谢卢卡的许愿瓶，我的可爱可爱卢卡宝宝，被讨厌了？没有啦，你乖，你很乖，我知道你们都是乖小孩，我知道你们很乖，不讨厌不讨厌。Hello 草莓酱，午安，财富短暂自由。哎，恭喜恭喜，赞哦！自由了，终于，很好啊。虽然是短暂的，但也是很开心的，有没有？那可以尽情的挥洒金钱的愉悦感。弟弟就是带一阵臭，好坏哦，太坏了。Hello 坤坤，现在又不是只有男女，哎呀。没按录音，这段适合剪精华。在旁边安静一下。哎，做什么？你很乖啊，放心。还没领年终，哎哎，所以代表你还有你还可以继续挥洒金钱了。哎哇，小雨不错哦，哇，小雨还可以再挥洒一段时间，还有年终哎，太棒了，恭喜恭喜。太好了，继续挥洒你的金钱吧。挥洒金钱，还没加满合照，多拍几张啊！啊，芊芊，你把他叫来了，哇，芊芊好久不见，芊芊最近很忙吗？最近是不是很忙？还是芊芊又开始觉得？又开始那个想要隐退了。大家还有尾牙哦，对啊，尾牙哦，哎，可是我们这次没尾牙，那个就是疫情嘛，对。谢谢卢卡小浪花，要花给卢卡，哎，你帮我，你就多指定几张嘛，你就一起嘛，好吧，我们。一起，我们是一体，我跟卢卡是一体的，你不能这样子分开我们，就是我跟你讲，你要花就要一起花，不可以只他的，只有他的没有我的，我们是一起的，我跟你讲，你要平均分配，对，芊芊。刚从花莲回来，你去花莲呢、哦？哇，你有没有吃麻吉？花莲的麻吉，那个，就是那什么手做麻吉，我觉得很好吃，没有尾牙。对啊，酷酷。你上次有抽到没有？我这种运气怎么可能？我运气超差的，我没有抽到红包，怎么会抽到呢？我抽不到红包了，我运气太差。我现在可以假扮芊芊，我等级跟他一样了。
哎 欸，真的呀、啊！可是它是，可是它没有狗狗，你是彩虹狗狗。哇哇，祥玉，祥玉升得很快。要滑行就一起滑。哎，你不是已经就是这样子了吗？你根本不需要我讲了吧？你一直都是这样子了，对，已经不需要我说了。但银雀同时玩三天两夜，哇，真好！十包麻薯，麻薯很好吃。来不及买卢卡的合照，哎、啊，我的呢？我的你买了没？要买，都要买。地雷包都要靠一阵先抽掉，对呀、啊，哦，气死！真的，我每次抽到都不好的，真的，哎呦，我根本抽不到什么红包那种东西，哎，我抽到的都是雷包，我以后真的不能再去抽那种东西。境界触发者，那是什么？境界触发者，新番吗？可是我去找其他人合照不是花心哦，是吧？不是吗？那不然为什么去？哼，就是花心吧，分母大师。我以为你要买一针十包生鲜，他当然会买，他怎么不会买？他不用你讲，他也会买，好吗？他肯定会买的、啊，十包生鲜对他来说小 case。小意思，简单的啦，对不对？不是花心啊，那为什么？那是什么？不是花心，是真心啊，真心的，哇，哇，一部很红的动漫，是新的吗？我好像没有听过啊，哎，最近那个史莱姆出新的一季，史莱是那个史莱转身史莱姆，天苏拉，是吗？那个转身史莱姆出第二季，我有看，我觉得还不错，闭嘴活比较久。你就是真心啊，啊，真心，对，七包可以抽纸币就好，好，可以，好的，好哦，没问题，我都是跟其他人练习合照，哎，最好是啊，哎。真的，哎呦，哎，受不了，你不要在那边，啊，真的是，每次都这样子，哼，我看你，你跟我合照应该是最不紧张的吧？你跟我合照什么时候紧张过？你跟我握手也没太紧张了吧？你，明明是跟我练习，然后就是你明明去找其他人比较紧张，你找我根本没有在紧张的。我看你非常的游刃有余，对。第二季开始就要准备变魔王，对啊，欸、很帅、欸。动漫前几年红哦，真的、哦，它是漫画还是动漫？动画，我都手抖哎，你有吗？我看你，我看你挺习惯的、啊，跟我拍照。我觉得你跟别人拍好像比较紧张，你跟我好像就哎，没有紧张这样。啊，我觉得跟我拍的好像都很少紧张哦，还是有的，还是有几个人紧张，但是感觉还蛮少紧张的啊，大部分都还蛮哎、欸、拍照耶耶啵，那种感觉就是都
样的，就是好像没有那个，就是没什么距离感的感觉，对，大家都哎好朋友拍照，我都还没拍过，应该超紧张。你应该对啊，我觉得你应该会紧张。像小玉就哎一点都不紧张，哎呦，小玉就是对，就是那个你怎么讲？小玉就是对兄弟来拍照就哎快点，我做这个动作。我要翘脚做这个动作，然后你要那个，你要爱慕我，崇拜我，哎，你看哇，小玉多么的，多么的自然，多么的不紧张。卡我会不会紧张？当然会啊，你这家伙，你这家伙跟卢卡拍肯定在那边紧张兮兮，然后跟我拍就哎，快点，我要翘脚，你快点啊，爱慕我，啊、哦，差别待遇，明明就说要大家要一样的，差别待遇，嘎嘎，汪汪。Hello， 旺旺，动作让我选，嘿，我要好好想想，我要怎么，我要怎么对付你，我要怎么，对，好，哇，哎，我要好好想想，你要照做哦，想到就开心。真的、啊、没人可以问什么东西，问什么，哎呀我刘海好长，我要剪刘海了，跟你合照我应该还是会紧张，你要来跟我合照吗？来吧，来跟我合照吧，签，为什么变签呢？你送我的眼影很好用啊！啊，真的吗？那就好，那就好，耶、yeah! ！谢谢你喜欢。我跟你拍两张求婚 pose， 的话就一张。你不是说你来找我练习的吗？只有请家属去代拍啊！上次我超级紧张，哎呦，我知道，有我感受到，我。没事没事，青云下次就习惯了。下次吧，你说下次是，就是下次吗？还是再下次？可以来啊，可以来拍拍照。你这次你应该会看到我抖着进去。有那么夸张吗？抖着进去，哎，是谁啊？我记得上次也有一个人超级紧张的，他连眼睛都在抖，就是他看走廊时就是一直抖一直抖眼睛一直抖这样子，然后对，然后
眼睛还一直飘，那是谁啊？那是谁忘记了？有一个超级紧张的那个，他一阵跟阿潘一样数量。哎、欸，那卢卡呢？哎、欸，你现在还有？哇，我以为你现在已经就是整个转卢卡，原来还有阿潘。啊，那小叶，我跟卢卡差几倍？几倍？三倍？四倍？我掩饰我的认真。哦，少来了啦，是吗？跟你拍到这种事情，我真的会抖，不要抖，不要抖。嗯，哎、欸，几倍啊？哎呀，吼，想给你看。哎、欸，如果你看，就是，哎、欸，搞不好很多很多倍、欸。哎、欸，想给几倍？几倍？几倍？你看，卢卡说他想听。想玉，卢卡说他想听耶，哇，卢卡都说想听了，你不说一下吗？卢卡想听耶，哎、欸，几倍，快点，哇，你找卢卡拍的张数是我的几倍？嗯，不会有十倍吧？我跟阿潘各一张啊，卢卡十张，还是二十倍？我跟阿潘各一张，卢卡二十张。哎、欸，卢卡想听你不讲吗？哇，哎呀，好好笑！卢卡神助攻，卢卡给力给力给力啊！哦，太赞了太赞了，给力耶！卢卡真的是神助攻，太好了，超给力！快点，小雨，卢卡想听，快点！为了卢卡，你肯定要说的。卢卡赞赞，对啊，搞不好其实二十倍，我怀疑，我觉得有可能呢。就是你看，因为对啊，如果他跟上次一样，也是一张的话，就是我一张的话，那这样子，卢卡二十张就二十倍。哦呦，你看好多，小玉，你都可以打我在走路了，你就不能打个数字吗？十倍，十、十五、二十。哎呦，张翔玉，没有，我没有只拍一张，放心。哦，好好，那两张的话，两张，然后卢卡二十张，十倍啊。还好，我都不会自己爆掉。哎呀，你我也不用问啊，我还会不知道你要找谁吗？就那几个，我怎么也不知道？想想你知道有谁？刚刚断线，现在聊到哪？哦，没有，我现在在怂恿翔玉。哎、欸，张翔玉，卢卡想听，你不讲吗？谁啊？还有谁啊？祖祖啊，佳安啊，面面啊，雨喵啊，对不对？好像还有，暂时想不起来，先这样。至少有他们，绝对有他们，是不是？准吧我，还好我的钱包不允许我花心。很棒很棒，千远乖，千远乖乖，棒棒的，很好，不花心不花心，抢不到面，啊抢不到啊，好啊、哦，很好很好，为何有雨苗啊？你之前不是喜欢雨苗，在那边踩我，不是吗？你之前不是喜欢吗？我记得之前喜欢。没有吗？我不会拍太多，会多买点生血的。我的生血可以多买点。我最近生血销量有够差，超差。我最近生血销量是，卢卡以
卢卡也知道，就是嗯，我最近身体销量有够差了，真的是不 OK， 惨。我跟你拍的数量都是别人的好几倍，真的吗？好啦，很棒很棒。吃中餐了吗？还没有哎。西朗拿度 ，Hello， 午安。我也买一下好了。生气我指定别人的，啊，指定别人的，哎，居然在我这边这样花心，好哦，没关系。下次指定我的好吗？下次指定我的，可以的啦。下次是什么啊？啊，只是哈。只是很帅哦，只是可以指定一下。我现在快点想办法推一点啊，拜拜，卢卡拜拜，卢卡拜拜拜，卢卡下次见，新年快乐，拜拜，拜拜拜拜。哎，我汉服那个声线宣传了那么多篇，结果，结果好像也没有很多人喜欢，赶快宣传一下，可以的啦 ，OK 的，你放在 IG 的声线照片有收藏起来。啊、哦！可是我汉服那么好看，你怎么不指定一下、啊？那么好看，居然不指定，哎！玉山跑去合照，没事没事。嗯，好，那我要开始整理，我要开始找照片了，好发。直视啊，帅给你们，帅爆你们，我要帅瞎你们眼，我要帅帅给你们看。哎，只是很帅。我跟你讲，你们不能啊、哦，你们不能总是可可爱爱、漂漂亮亮，不能总是收藏那些可可爱爱、漂漂亮亮的什么女仆裙子的照片，不行。你们还是要收藏一点帅气的，好不好？直视版也是很帅的，不要都只买女仆装，直视也很好。谢谢周一安的爆竹。我平常没再买圣血的，啊，你不买圣血的？怎么会？我以为，哈，可是很漂亮，你不会想收藏，好吧？我以为你会想收藏的，我固定能买的啊，我知道，响应我知道，响应我知道，有随机到我的话，啊、哦，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包、哦，一包而已嘛。啊、哦，我觉得很难，应该没那么巧吧？一包里面有我的，才四张而已，随机的才四张。要帅的，我看镜子就好。哇塞！哦，真会说。好。哇哦！天舟动力丸，午安。早说我就出来省钱啊，没关系啊，没事，没事没事，多跟我拍张照，多拍几张照，我也蛮开心的，因为我自己也会，我跟你讲，你们跟我，你们跟我拍的照片，你们传给我，我传给我的，我都会自己，就是我也会收藏起来，就我自己也会想留，嗯，你们跟我拍，然后我传给我的，我自己也会，哎，就是纪念一下，对，我也会留下来，拍一张等于买两包，哦，对啊，的确，可是我觉得拍照也蛮好玩的、啊，就是可以拍照。而且你们就是我都有留下来，就是你们跟我拍的，
我都有留。哎，可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之前我上次穿的那件是比较。我上次穿的那件是比较显身材的，但是我这次穿的比较蓬大件一点，蓬一点。买一包等于我一张加饮料一杯。不是你的镜头转，我没有转镜头，我没有要转。那我这次衣服就比较大，比较蓬一点的，我就觉得，可能没办法，就是我怕拍起来很胖，我怕拍起来看起来会胖胖的，因为之前那件就是，对啊，之前那件包的比较少，所以就是我可能腿啊摆一下就看起来就很瘦这样子，可是现在这次这件就比较蓬比较大。叫巨大，好像真的看起来会胖我就想说怎么办，看起来会胖胖的，就没办法显身材。哎，我挑错了，我刚挑另一件才对。对啊，现在突然想到就发现这样拍照起来好像真的看起来会胖，糟糕。对啊，看起来会有点肿。怎么办？可是好看，就是好看，但是我怕拍起来会肿，在我旁边看起来肯定超瘦。好啦，你安慰这样安慰我，我就放心多了。你这么安慰我，我就放心多了。不然你看起来太瘦了，最好是。这次我想站着拍，第一次参加活动不敢太要求，你就讲啊，又没关系，为什么会不敢啊？就站着啊 ，OK 啊，当然好啊。Hello， 夏夏啊，来得及不买吗？是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觉得就是这件还是挺好，就好看啊。就好看，所以还是想要这件，还是这件好了。看起来胖没关系，你们穿胖一点，这样子我看起来就不会那么胖。怎么啊？我对你真的蛮胖，我不，怎么可能？拜托，我根本没有想到要这样要。讲这句好不好？怎么哪有那么坏啊？为怎么会这样讲？真是的，不会，不然下次谁谁就指定你好了，好啊，指定吧，就指定我吧，指定我吧，只是个分母，怎么好像？戳到我痛处，对，我也是个分母。我是打算cos你麒麟宝宝，可以哦。相遇，谢谢你的爆竹。胖就不能穿特工，可以绑在身上，用绑的。可以去租那种胖胖道具服。门会不会进不去？有可能会进不了门，有可能。绑身上有点怪，那披着，用夹子披着这样子，对不对？用夹子夹着，然后披着，感觉你好开心，我一直都很开心啊，我能见到你们怎么不开心呢？对不对？我一直都很开心啊。
能跟你们见面就很开心啊，都是开心的。你就提着啊，怪的话，对啊，就是像那个什么卡通，不是都会画那个王子的披风，然后这边那个扣住，这边有个东西扣住，然后就哎，变成一个披风，帅，帅帅。我只会怕，哈什么？都有呀。他跟我见面你会怕哦？这次衣服活动性高吗？适合浮夸的姿势吗？应该算高吧，因为它很蓬，它很宽，它非常宽松，所以其实，对，就是如果我做很大的姿势的话，看起来就会更胖，这样子就会哦，好大只，好肿这样，就会更胖。你们应该知道我要穿什么吧？就那个啊，不然还有什么？要胖的钱。跟你见面我也很害怕，怕什么？怕什么？我那么和蔼可亲，有什么好怕的？太美了，我怕心脏无法负荷。哎呦，真会说话。不知道，谁知道告诉我，你明明就知道，在那边还不知道一直问，好，你明明就知道。哦是哦，嗯，怎么样怎么样，不想要是不是？哼，哦是啊，对，就是啊，哼，就是啦。上次握手会真的对心脏不好。上次哦，啊，怎么会？上次很美啊。看到你我会害羞。好，会混进人群中，在人群中寻找你。我铃铛，哎，铃铛还好吧？铃铛又不长在我身上了，奇怪。爱心形状。那天我搞不好会穿很怪，好啊，就穿。你要跟叶真的孙雪拍照吗？我可以带，不用，谢谢。你自己也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被出镜？我觉得不会啊，但是你在那边担心，所以我就觉得啊，我就开始怀疑，哎，会不会这样子？我原本觉得不会啊，我原本觉得还好。是你在那边担心，所以我才啊，好吧，那既然那么担心，那我也担心一下，这样好了。对啊，我觉得，哎、欸，不是，哎、欸，他那个铃铛超大，超大一颗、欸，哎，那铃铛很大一颗，哎，而且这前就是，对啊，我那铃铛又不是长身上的，那铃铛那么大一颗在外，在前面，在外面，应该还好吧？我觉得，哈哈。假装思考，不要。早知道就摸。哎呦，那我下次带个什么？带啥？带个，好像也没什么好带。带个。带个。道具，哎，带个手链，哎，不要，道具，带个道具让你们摸，嗯，
让你们摸。会抄网站上语录吗？那是什么？什么是网站上语录？你有茉莉丹？你有茉莉丹？好哦，你茉莉丹，出镜出镜，抓出去！哎。我刚开始本来叫妹妹，然后发现，这应该不是妹妹，妹妹应该直接就啪就打开了，在那边又开又关又开又关，然后想说谁，我还以为弟弟嘞，原来是你。我原本还要叫小可爱，还好没有叫，吓死人了。因为我是大可爱。哈，吓死我了！哦，真的是有够蠢的。对嘛？我想说妹妹才不会，妹妹怎么会那样子？开开关，对对对，又开一下，关一下，关一下，关一下，有够蠢的。我真的只有你会做这种事。你不用那么小心翼翼好不好？拍不到你啊。昨天只有到一下垃圾的口罩要换吗？换了。你看迪迪都说都那么自然走过去，在那边怕怕的，那妈妈在那边不敢过来，但是那个画面在这里，对啊。弟弟都那么自然走来走去，妈妈在那边很怕，那边躲旁边，然后手伸长长拿他东西，太好笑了吧！我拜托，有那么恐怖吗？不会拍到好不好？根本不会拍到那么夸张干嘛？烫水那不是烫水，拍不到啊！不要那么怕，拍不到你啊！吓死！怎么会拍到你啊？我怕他在360度广角。你这个拍不到家吗？你先倒到我杯子。反射也反射不到什么。反射不到，没有。360度广角。反射不到什么，就反到锅子了，一个没什么。锅子。对啊，怕什么？你在干嘛？我不想被反射到。啊，拍不到吗？拜托啊！因为弟弟内心其实想被拍到。有吗 ？No。啊，弟弟呀，弟弟呀。臭弟，嗯，臭弟弟，弟弟的臭手手，弟弟臭手，我手哪里臭了？不臭吗？不臭了。看我的表情，不臭吗？我很讨厌手脏，脏点拜托。连炸鸡都不吃，就因为手会油。少来了啦，你不想啃骨头哎、欸？不是，我这边手会油，我超讨厌手油的。弟弟也有想成为偶像的魂。VTuber， 哎，我会自我还会发财的人。啊！不，大概2000块搞定。哎，不要吵啊！走开，走开。嘴巴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真的，他的小剧本是不小心被拍到，大家刷一波好帅，太好笑了吧？不会的啦，怎么可能？对不对？还是你们要配合他？好帅，好帅。嗯，哦，有点冷，风一直吹我，风一直吹到我。关一下窗户，对，我觉得要。你看我嘴巴可以动来动去，我嘴巴可以动来，可以做很多形状，嗯，做很多动作，灵活，好玩。哎，弟弟。
谁开门不关？弟弟，你出去不关门？关门。哎呀，干嘛、啊？快关门啊！啊，你很烦哎、欸，真的受不了。嗯啊，觉得你今天特别开心，有吗？差不多吧。截图，哎，要截，诱惑我截图，我没有啊，我只是在，我只在那个做嘴部伸展运动，啊。截到，又截，哎呦，哈哈，哎呦，又有合照的心灵感，是不是？哎、欸，等一下你要想清楚啊！你如果叫我做这个动作，你自己也要做，你不能只有我做，我做你要做。哎、欸，你超过分的、欸，吼！哎、欸，上次他叫我翻白眼，然后只有我自己翻，他没翻，超扯，哼！只有我一个人翻而已，我看照片发现就只有我翻，然后你都没有翻。你欺骗我，还在那边装可爱，我翻白眼，然后在那边装可爱，真的是太可恶了。我跟你讲，我做你要做，你有什么不敢做？少来了啦你！哎、欸，不是哎，好、欸、呀，你上次就没翻白眼，你上次就没翻呐、啊，你上次叫我翻，然后自己没翻。怎么了？你都没有翻，我还那么乖在那边翻白眼，真是。我这次就认你宰割，好啊，因为你翻白眼就看不到你干嘛了。哎、欸，我相信你会跟我一起翻白眼，我才翻的。好可恶的、欸！哎、欸，我回去看照片才发现，这人居然在我旁边，居然在我旁边装可爱。我在那边翻白眼，然后他装可爱，哎，真的是，气死我！真的气死我！新年前最后一次直播，没有啊，我后天还会直播哎、欸。嗯嗯，除哎、欸，对啊，除夕前一天那个，弹性放假，那个几号？10号，我十号会播哎、欸，哎、欸，我十号才是年前最后一次直播，我十号一样中午，嗯，星期三，我星期三中午12点会播，自己的爱情观是，爱情观是什么意思啊？是怎样子的？是说？什么意思？哎、欸，其实我不太知道这个定义是什么。礼拜三还有一次，对，礼拜三还有一次。我有偶包你没有？后天不是就放假了吗？啊，那个时候就算了，是不是？我以为是初一，就是初一前不都是年前的？你不看。头贴我就只好，哎，啊，好丑啊，换掉啊，丑死了，啥耶？好丑，太丑了吧？你生日我画一张给你好了，画画什么？啊、我怎么、有点状况外，我听不太懂哎、欸，什么意思？什么、啊？什么东西？真这个字怎么读？就读真。Hello 西瓜，那个是念真。对，真，知恩真。花生神魔术 ，Hello 午安。后天不是除夕。不是啊，大后天才是，后天只是弹性放假的样子。哎、欸，爱死嗨，可爱大头天，然后
你生日我画一张自画像给你，你的自画像吗？你要画你的自画像给我。哦，这是新奇的礼物。他现在画是什么色的爆竹？除夕来吃，哎，对，对，除夕来吃。冰箱，坐在冰箱前面。来，我坐在冰箱前面，根本拿不到东西吃，好不好？被我挡住，我怎么拿？哎，坐在冰箱前面根本吃不到东西。你们家年夜饭都吃什么？嗯，外面买的，外面买的冷冻的，那叫什么啊？冷冻年菜，外面买的，冷冻的东西，然后自己拿来热，对，自己热一热这样子。我生日画一张你的自画像送你当生日礼物，啊，你生日的时候你要画一张我的自画像送我当生日礼物，可是是你生日哎，你生日你要送我礼物。冷冻年菜，对啊，哎，不然嘞，这一组怎么可能？凭妈妈的厨艺吗？妈妈的厨艺不可能这一组，好不好？拜托，啊 ，impossible， 怎么可能呢、啊？就妈妈的厨艺，怎么可能这一组年夜菜啊？当然是外面买啊，哦。这一组就跟平常的晚餐没两样了。impossible 啦，妈妈煮，不可能。ありえない，是吧？是这样讲吗？ありえない，不可能。哎，不可能。哎，一点多了，一点多了，原来是一点多了。来偷看一下有什么好吃。满满的冷冻食品，很好。满满的冷冻食品，哎，大可爱，笑死。对嘛，听到的话，你今年的年菜就只有泡面。那我还宁愿吃泡面，泡面好吃、啊。昨天晚点再换，好，没关系，做个火锅就好了。你怎么知道？哎、欸啊，我跟你讲，不是，我给你看哦。妈妈，妈妈已经准备超多包火锅汤底，准备过年的时候吃。啊、哦，太好笑！哎、欸，你居然猜中了，我拿给你们看。你居然猜中了，哇塞！你等着啊、哦，等着、哦，我拿给你们看啊、哦。还有还有，哈哈，好，放不下了，这是我们过年的分量，笑死，好多的，满满的火锅汤底，全都是。我们这几天已经吃掉了 十几包了吧，我们这几天哎呦吓死我，还好没破。我们这几天 也都是吃这个，吓死我了，这几天就吃掉十几包。哎，
吃过它辣，我觉得辣的没有很好吃，我觉得药膳比较好吃。然后准备好了，百叶豆腐也是热量限定，真的吗？还好啦，100公克171卡而已，100公克171卡，其实还好还可以。百叶不会碎啊？真的吗？百叶不会碎吗？哎，我念排名吧，1点多了。哎，妹妹是自己在外面。1点多了，我念排名一下。171个力卡。第8名，阿贵仔、淘宝哥、思源，谢谢。第7名。朱莉恩，谢谢。哎，怎么都一样，怎么都一样的。啊，算了，没关系。第6名花生什么薯，谢谢。第5名青云，谢谢。第4名生生堂，谢谢。第3名，哦，第3名卢凯，谢谢卢凯。第2名 Jack， 谢谢 Jack。第1名张祥玉，第1名张祥玉，谢谢张祥玉。耶、yeah, ，你喜欢鸡蛋豆腐，我也喜欢鸡蛋豆腐，但是鸡蛋豆腐，料理起来有点困难。哎，鸡蛋豆腐超难的，就是鸡蛋豆腐每次我妈以前会用那个，会那叫什么红烧豆腐，就是会用鸡蛋豆腐，会煎鸡蛋豆腐吃，但是每次煎一煎都会碎掉，就是鸡蛋豆腐很容易就碎掉，超级难煎的。所以现在就很少吃。为什么这么特别？张祥玉，因为你还不告诉我你几张，你几倍？妹妹，哦，妹妹在看电视，没事。鸡蛋豆腐我有一种特别煮法，哎，好啊好啊，给我，好啊，鸡蛋豆腐不含豆腐，真的假的？我的方法是不会碎，哎，好啊好啊，那你给我，我下次年后来试试看，因为最近应该也是没空做，好啊，年后来试试 ，OK。那今天就这样了，差不多。对，今天就这样啊。我后天我再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年菜，我们年菜会有哪些？因为我看了一下，对，我看了一下是有一部分，但是好像没有全部用，好像应该还要再买，就是他们好像还没有买完，应该还要有才对。对，后天再跟你们分享。好啦，拜拜。
公平是吗？希望哈。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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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后天见，后天12点见。